预计将于10月上映的 3D 动画片《青蛙王国之我来个去》7月8号在北京召开蛙国峰会。影片云集华语圈豪华配音阵容，周星驰运用配音石班瑜领衔台湾声优团队为全片配音，其中包括电影《功夫》里包租婆的配音姜魁瑾，《名侦探柯南》的配音刘杰。此外，片方还邀请实力唱将吉克隽逸，携手姚谦、方大同、袁惟仁三位华语音乐界顶尖音乐制作人亲力创作电影主题曲《爱情发的光》。作为周星驰的御用配音，石班瑜的声音可以说是与星爷的表演丝丝入扣，独特的嗓音也让观众过耳不忘，甚至有观众称石班瑜的声音才使得星爷大红大紫。不过石班瑜却不这么认为。有很多人呢会说，哎呀，这个要是没有你的声音他的表演就不行。其实我跟大家报告，那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没有他那么好的表演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声音来帮他加分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说啊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好的表演，我也没有办法帮他加分。优酷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